那就是其来有自了，就表示在古代人对太阳的光和热有这样一个词。那用典呢是成功了嘛？啊，艳言，异火。这个异有根据他们所解释的啊，康熙字典或其他字典解释说，这个异就是火，越烧越这个剧烈，火燃烧的很剧烈的，那就越烧越旺的意思。所以是一个燃烧剧烈的火的样子。所以我的解释对这个艳言异火呢，我把它翻译啊，翻译，大概就是说，太阳的光和热，太阳的光和热，像火一般的剧烈燃烧，这大概上句。上联的上句的老师的翻译，就太阳的光跟热好像火一般那么样子的剧烈的燃烧着。那这个就给人一种感觉是说这个火很厉害哦。那我们现在是新冠疫情的期间嘛，虽然各国都开始有什么AZ2 啊什么类似这种疫苗，可是据说瑞典瑞士还是什么地方，他们开始有点慌了，想要暂缓，因为很多医护人员去打了之后呢都请病假，有副作用，其实都还是在不是很完美的会把它遏制。所以如果能够用火这么剧烈般的把这种新冠疫情啊把它给燃烧掉，对我们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期望，是像火一样的燃烧掉啊，是太阳光很热。因为太阳光的确给我们很多人带来的好，就是包括多晒嘛，我又有你要说维生素D 是吧？啊，对身体啊疾病啊都会很好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感觉就是如此。那牛雁群奔呢，就说牛啊成群结伴。第二个两头牛呢，就是结伴的意思，这个是结伴的意思。那第二个字，这个雁，牛成群结伴的，好，这是副词，奔来。牛成群结伴的奔来，这是对于这个牛雁群奔的老师的这个翻译。上联是太阳的光和热像火一样的剧烈燃烧着，下联呢是牛成群结伴的奔来喽，那都是对我们这个新的一年给一种加持或者是帮助。这个就是我对这个对联进行自己把它做成一个对联。外面的使用不是这样使用，外面的是火炎炎意，外面是这么用的。外面的人使用这个这么多叠字的用法是一个叠着一个，再来三个，再来四个，火炎炎意代表了说火越烧越旺，这个大概这个意思。外面的，那这个也是哦，就是牛，然后雁奔群，应该是这样。就是外面在使用的方法，包括我们说人，然后从，然后众，是吧？各位都知道。口宣品。对，就是说外面在使用这些都是一叠子叠子叠，然后来告诉我们说，其实它就是越叠呢，它的分量或者是这个数量或者是它的力道或者是什么什么加深呢、外面这么用，那我们现在把它变成这个对联呢，相当冒险，当然。必须有一点底子，然后甚至对它的来源要去查找，所以我认为算 OK 成功。所以我刚刚这几天都有写，刚刚写出最成功的写法，就是毛笔呢把它铺开，用微杯的方法让这个线条产生摩擦力。刚刚包括跟我太太跟秀美都在讨论，我们如果只写出它的形状那就是美术。那如果能够写出它的韵味，就是毛笔笔尖跟纸张的一些空中这个推的产生的一个空间的
那种空间感，那么它才是真正的书法。书法是讲究空间的，有形跟无形的空间都是书法很讲究的。如果只是写出那个形状，刚刚那个形状的那一张在不在？给你们看啊，这就是只是形状，形状很完美，可是还不够好，就是只是美术。给你们看那个区别，是这一份吗？各位看到，这就是美术。美术就是有它的样子，这个字的样子都很完整，好像你们看到的印刷体，印刷的书法字，它少了这种笔，把毛笔呢张开铺开来，然后毛笔翻笔上去等等，我们可以等一下可以来细看，或者是逐字的拍局部的字去做这个比对，你就可以知道什么是有气韵的字，什么是美术。这样，这是我刚刚的一个体会了哈。对，写字跟画字。对，写字跟画字，当然我这个还没有到画字那么严重，当然，但基本上也相去不远，啊，没有那么好。但是如果我没有这个体会的话呢，我会带领大家只是在画字。说实在，这样老师不要跟啊。那我们现在目前已经开始超越自己，我自己觉得那样的写不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理想，我要的就是有气韵的，啊，希望把它加进来。那这样大家，往后如果融为，把这个理想融为你的日常去练习的话，你才有朝一日会写出那个味道来，心里会非常的开心，我好像有写出气韵哦。看不到不代表没有，就气韵给我们看到的一种很棒的一个华人的，文化的精神核心，它的精神价值，就是看不到不代表没有，那个叫气。就跟你呼的呼吸一样，虽然你呼啊吸吐，然后这个吸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东西，实际上是有的。啊，这就是我们等一下在那个示范的时候示范。目前讲完，就是很多的意思。那跟群体的群那个字呢，有点点合用。奔就是跟奔跑的奔啊合用。所以群奔就是很多很多奔跑过来，啊，所以牛雁群奔，啊，那雁炎异火，大家跟我一起念好吗？当你们是小学生，雁炎异火，雁炎异火，对，牛雁群奔，牛雁群奔。这样，你们也许从来都不知道。刚刚秀梅问我说：“老师，这四个火怎么念？”我说：“我以前也不知道，最近查了才知道，它读异，是火。”越烧越旺的意思，所以这些叠字其实挺好玩的。我另外有发一个链接网址，你们可以看到它，维基大陆的维基百科有好多的叠字的那个举例，你们可以如果加入群组以后，你们可以看得到，那叠字很多很多，我觉得挺不错的。我也没有空去每一个都去学，是碰到我们才会学。那就好玩啊，就是目前是这样啊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这件事情。